欢迎大家来到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武汉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三阶段一至八组第九场第十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二号台裁判员范文涛，运动员吕继松、王大双。三号台裁判员王豪，运动员张磊、宁旭飞。四号台裁判员刘金浩，运动员李博、吴浩。五号台裁判员龙飞，运动员王鹏、殷广南。八号台裁判员傅中轩，运动员徐天伟、石汉清。九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孙鹏、雷伟民。十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唐春晓、寇燕琪。十一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邱炮谋、何文冲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傅一冉，运动员李克、张汉轩。二十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王玉恒、郝天。二十一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刘洋、冯超。二十二号台裁判员周世龙，运动员杨宇浩、朝鲁门。二十四号台裁判员郭强，运动员蔡翔、管振。二十五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李恒、马洋。二十六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王潘、赵启明。TV 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记录裁判员侯云博、吴艳艳。运动员樊朗彤、杨少杰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10秒。Thank you.
三局，恭喜各位。Thank you.
开始。十秒。
第五局分同胜，比分5-0，开始举牌。Thank you.
好
Thank you.